过年做的年菜。还有还有，我们台湾进口的这个。然后他是跟日本的一个歌星安室奈美惠一起合唱，大家可以去找一找那部 MV， 就可以看到大包子。日本要唱的歌，大家期待大家。透过视讯啊，我们在去年的暑假这一次的交流，我们当中有一个交流会，我们还跨了四国一起交流，有意大利，有韩国，那他们穿着传统的服饰，跳着这个传统的舞蹈，非常的有趣哈。那很感谢郭老师带着孩子们做了各种的主题的一个设定，刚好就跟教学来结合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。Who does this stuff？谢谢。